跟各位报告一下啊，老头私底下稍微研究了一下其他的设施哈，然后多了一些东西，像是新的基因，以及就是多了新的栅栏啊，十字栅栏吧，有比较硬。那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把它带到二岛了。我们现在开始努力经营二岛，赶快、赶快、赶快想办法弄出新的恐龙。要合体 DNA 吗？我还没到那边啊。合体 DNA 是帝王暴龙，我知道啊，但是那个剧情还要很后面啊。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你们讲的那个合体哦，合体好像在研究那边吧？化石、不是。基因研究这部分啊，混种计划是帝王暴龙啊，各位看见了没有？他要试做研究中心，那试做研究中心就是等于说要有四张图都可以盖那个研究中心，才有办法研究出来。连续十分钟不停电，没问题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，并没有这么的快啊。然后呢，像这个创新中心啊。老头的那个娱乐的等级有到，所以说我现在可以盖一个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座岛已经非常的 OK， 不需要盖什么创新中心了。这种东西留到二岛或三岛去盖好就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还有这个单轨电车站，这个我还没盖，因为我觉得不太需要。我真的觉得不太需要。以这个一岛来看，我觉得是不需要啦。他们的这个接受度都这么高了，我还盖那干嘛？多余的。这个会服贴到这边来，这样子放这里，完全贴不下去。其实这边不需要用景观台了。哇，这可以照一整片哎，那就这样就好啦。还是这里。这边太少了吧？好，就这样子好了。然后我们没有那个路，哇塞，全部都被挡住了、叫他们坐直升机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叫他们坐直升机？我把这餐厅往后拉算了。来来来，先停止运作。本节点暂停开放。确认前往位置处，已确认，没问题。位置处补充申请已收到，添加工作。好的，让我们乖乖的去弄。我知道没连接道路了，我要把这给拆了。干你娘！猜错，猜到电线！哎西吧，我怎么那么天啊？那我们刚刚是餐厅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应该 OK 了。这样还挡住什么鬼啊？有了，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再回来好不好？没有钱再回来，麻烦的事情要准备开始了。方舟手机版4399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的模拟器不能用啊，因为我没抓最新的啊。哎呀，之后再说啦。然后你看，我们这个第二个岛只有一只三角龙而已。然后还有257个人来，就为了看一只恐龙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很厉害？这只三角龙是恐king的，你知道吗？镀金的那一种，厉害到爆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可以直接在这边住。然后其实他们要逛的话，右手边就是恐龙参观区域，左手边呢就是三个科技中心啊，不是科技保全跟创新中心。他们可以往那边逛。可是我觉得这张图能探索的地方，下面还有，到这个地方，这边可以放恐龙。就这么决定了。
还是说这边盖一个创新中心啊？欸、我不能盖，没有钱啊！要150万，太贵啦！放养一只，哎、欸，杨华龙我们没有啊。拍一张价值10000块的照片，价值10000块的照片。饭店盖海边哦，这么的惬意哦，也是可以啦。其实我是想把那个创新中心盖在中间，因为它的入口是应该说是它入口是四个面八方都是可以，都是可以进出的，但是就地形一直瞧不拢，你知道吗？欸、我们拍游客有没有办法啊？不行，他要拍恐龙照片、啊，我们只能拍三角龙啊！啊，我的入口在哪里啊？自己不知道自己入口在哪里了吗？完全不熟悉自己的地，原来我没有开入口，我是没开入口，欸、有啊，在这边。机会来敲门了，400人是吧？入口在这里哦，我觉得这边再弄一个好了，这都麻烦。在我们这一行，树大便是美，游客越多，我们就越多机会。树大便是美，树大便是美啊！大便大便，不给用。那游客都长一样，有没有三胞胎？同一个妈生的。树大便好树好树，哎、欸、不对，三角龙不在这里啊。哎、欸，兔王好久不见了、啊，兔王。树便便是美，来，我要拍个价值10000块恐龙照片，拍你的屁眼，有没有10000？下面，哈哈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嗯，屁眼不值钱吗？我要拍他吃东西，应该至少价值10000块吧？卖照卖照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干怎么都烂啊？哦，有了正面照，正面照应该更多钱了吧？怎么还是3000多块啊？值10000块的恐龙相片到底要怎么做到啊？恐龙打战跟恐龙打架才可以吗？好吧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我觉得这个合同可以先不要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不要的弄一弄，那些太难了。我们好像可以选择吧？可以取消吗？取消他们会不会生气啊？这个我等一下可以制造。这个200000呢、欸？没关系，终止。我们可以承包新的。嗯，这次我们要用什么、啊？研究部门好了。听说有新的合同可以成。10分钟不停电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莫名其妙就可以10分钟拿到钱，是不是很棒啊？每分钟收入，每分钟正在倒扣啊！你们说饭店盖海边是不是？这个地方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哦，还蛮爽的哎、欸，盖在这里感觉就心旷神怡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是一个旅游客，你们来到这里会不会想要啊住在靠海的地形啊？啊，在这边可以看着海。不过要重整一下地形。地面拉高。哎、欸，其实说真的呢，我还是不太会整他们的地，我每次弄一弄，他都是跟你讲说地形受限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弄到地到平均可以去盖，我真的觉得很苦恼。我昨天自己试一下玩，弄老半天弄不出来，这个地真的超难控制的，不是我要抱怨啊，是真的很难控制啊。哦，因为被挡住了，超出可建造的区域，然后又受于地形。在受什么东西啊？
嗨，可以把地用凸用凹，然后把恐龙放进去，还会跑出来吗？这我不清楚哎、欸。你要这样子二趣味，我也是不反对啊。踢空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踢空杯，他哪一哪的凶？我只想盖一个靠海的地区，有困难吗？看来只能这样子了，受限于地形，可能就是因为真的是这样的胁迫的关系，那我们只能这里了，好吧？哎呀，真的是惨念啊，惨念！可是这样子盖的话，我这里就没有空间放景观台了呢。我觉得我这样盖不是很好说，好吃。是什么东西让你吃这么开心啊？如果你们家里有这种鸟啊，我跟你讲，那种什么各种情报局都会来找你啊。我告诉你，因为这已经绝种了。怎么？你怎么会有这生物？哦，付$10,000,000买下它的身体，我觉得你一定会给它。政府啊、哦，那种情报什么什么什么探勘什么的，反正就是生物学情报局什么之类的，什么没有就钱最多啊！你们有这种绝种的东西呢？跟你讲，那哦，美国绝对买 ，NASA 组织，你是在哪里发现这只鸟的？啊，从我屁眼里出来的，哈哈！你看好小人啊，从屁眼里出来的。87%，而且啊，如果你在你的家里啊的地下挖到石油啊，哦，你也赚翻了啊！今天呢，听到老头这一席话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你们的十字镐了？准备去挖你们的地下那个你们家里的地洞吧？挖到石油你就赚了，国家会跟你买的，谢谢。看起来比实际上还要轻松。哎，到400人了。这是给你的奖励，表扬你在穆尔他岛的杰出表现。哦，多了容量，哇，增加一个孵化草哎、欸。其实我觉得不需要，还需要两个电力，还要钱。你当做我潘娜吗？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你家底下有，我告诉你，赚。所以说，赶快吧，挖一挖，啊。搞不好你会挖到了，搞不好你石油或者是化石恐龙的化石挖不到啦，但可能你会挖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很有可能会挖到古埃及的文物，然后你就变成另一个我了。啊、哦、，Yaminogen， 这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中二魂爆发是不是？盖电车啊、哦？你说确定要在这里盖电车？把它盖看看好了，既然都学了，盖哪里？挖到地下水还差不多，搞不好挖到钻石啊！你们玩过麦块啊？搞不好家里就有钻石，你自己不知道哎、欸，东挖西挖，哦，好爽啊！挖到钻石了，从此之后变有钱人啊！没得跟你开玩笑了，盖这里好不好？感觉自己可以盖、欸。哇，没有电力。然后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先帮他弄个电脑了。这边再接一个。这边好了。为什么他写五处没电力啊 ？What？ 超负荷吗？为什么这里没电？是被破坏掉了是不是？很简单啊，把这个换掉好了。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什么所谓的电网，你知道吗？把它取代好了啊。刚好我又学重那个什么重型钢筋栅栏啊，可以来试试看。取代一下，
好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明明就有照三餐喂他们，他们还是这样子说死就死，不管你啊。我不喜欢一直走路，看来你的游客们也同意，增加你的运输覆盖率，让我们大家都轻松一点吧。运输覆盖率，让大家都轻松一点。好哦，编辑，我要怎么做啊？这个要怎么弄啊？看没有哎、欸。哦，软啪啪，哇，很会甩哦，这个在甩什么东西？哦，我最喜欢的 S 型跑法就是这样子。哇，超出可建造的区域，转一圈回来这样子。啊，这个设计师是哪个王八蛋？在盖什么鬼啊？啊啊！我生气啦！完了，这有点不太妙哎、欸，把它拆掉好了。抱歉，我的错。应该要这样弯才行。让你们跑跑跑，挡住了，挡什么鬼？不行啊！我觉得盖云霄飞车算了啊！啊！不要理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哦。就能按就按了。接下这个合同是个明智的选择，你证明了这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哦，好哦。看我盖好烂了、哦。嘿嘿嘿，不对啊，我现在左边这个尾巴我是要再接回来的呢，我是弄错了什么啊？阿内姆汤哦，拆除模式，这边应该要再更弯一点，对，就是这里，没有错了，这样我才有办法靠回来嘛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大家就看得到了，这不是很棒啊？想看多少就看多少，我得看多少就看多少，结果还挡住了，是什么鬼？过于弯曲，怎样会断掉？是不是？过于弯曲，好哦，是要弯几次啊？我要如何让它不过于弯曲，然后又可以连上去的呢？它奶奶的，哎，按错了，安妮，有了吧？哦耶，大成功，有没有？懒得走路吗？来来来来，这边有电车啊，我们看怎么发动。哦、啊，这边可以盖电车是吧？不是，这个是车站。哦，原来还可以这样接触，哇，看是跳 popping 是不是？你看这真蛮屌的吗？哇，跳街舞啊，他自己动的，不是我动的哦。我来看看。貌似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弄了，好哦，就两条嘛。Nice。好的，你可以往这边走。我知道你以前处理过类似的工作，所以这份合同应该正适合你。合同？里面有没有人啊？跟列车感觉很先进哦。为什么是哪边？
哇，这是为了什么？啊，社交太少了。啊，完蛋了，他跑出去了。我认为科学部下的好，因此很高兴看到你取得遗传基因组并完成这个合作。别出去，我帮你弄一只龙王龙嘛，对不对？龙王龙太孤单了，完蛋要爆了。Nope。啊！破啦！快点射死他！哎，直升机大哥，你可以快点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哎，我有说你可以上床吗，北七？快点来修啦！他们要出去啦！啊，你修错了，这里先修一修，快点，快点，这里。哎呀，你好慢啊！别！啊啊！那，你给我休想跟我出去！这个小废物，维修中，维修受阻，好了，结束。还有哪里被破坏了？嗯 ，Oh my God， 为什么？你有什么不满啊？你为什么跑出来啦？谁跑出来了？哪里？在哪里啦？啊，跑到这边来了，盔龙哥，盔龙你别，盔龙生气了。没问题。别出来玩耍啊，一样是没朋友啦，没朋友孤单寂寞。喝醉了。哪里的凶？哪里啊？刚跑出来的盔龙是哪里啊？是这里。正在回收库里。哎，不是这里吧？哦，我弄错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没错，是这里，没错。维修人员出发了，要求收到，设置追加工作。龙王龙养到一半死掉是怎样啊？我已经很忙啦。很好，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。闭嘴啊！很稳哦，做得很好。这边要赶快再生一只盔龙哥。哇，太孤单寂寞了。三十啊，就破了。维修申请已收到。够了、哦，把你放出来，帮你放回去。你又这么气扑扑。哇，他被吃了啦！你活该死好啊你！你这活该死好啊！老死了！前往回收恐龙，没发薪水的下场，怎么会嘞？他说他被吃掉了。确认恐龙哪里啊？啊，他晕了，哇，他被吃掉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把他吃掉啊！我要留着啊。正在前往接收恐龙。哎、欸、啊！为什么你跑进来了 ？Fuck you！ 啊！开始运输恐龙。哦！快点射死他！快把射晕！快点！你射太慢啦！快点射他！哦，依照你这个射击速度，我干！我自己来好啊。回转中，确认落空。恐龙回收完成。
他是晕了还是死了、啊？晕了。好，现在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正在接收口供，各位接收女士，正在前往回收口供。又死一只了。已确认。啊。为什么龙王龙一直养到死掉啊？啊，明明就是74%的，会一直养到死掉，我也是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后龙王龙舒适度不够，又想破窗，干林梅先把你射晕，你来想办法。我就已经努力的帮你生伙伴了，啊，你就不能等一下吗？一言不合就开撞。别这样子啊！干老师嘞，真的又破了。现在是换哪里了？现在换哪里了？干是有多不舒适啊！和你合作总是很愉快。干，去死吧！啊，我的天哪！收到维修人员派遣申请。好、啊，终于。你的伙伴啊，吵死人了！他哪一来的凶？我得射他！他舒适度是零啊！啊，社交恐龙树木也不够，他超级不爽了，我直接把他处死好不好？放了没？好，然后盔龙是下面嘛？这游戏有没有暂停键啊？跑得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是天生的演艺事业好手。艾德蒙也要再一只了。啊，其实不用，艾德蒙不需要。哦。直升机到底要不要射啊？各位先生女士，各位预防措施已经为了您的安全。哎呀，真的很。我想要把这个驾驶室给革职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可以烂成这个样子啊？是有怎样射不到吗？在哪里啊？看，你瞄错边了吧，87。干我睡不到。哎，没中。干，交给你自己去想办法，不管了。开始掉心了，对啊。刚这边一直是麻醉的龙王嘛，龙王刚刚带一只回来了，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不爽了吧。我真想把他们全部都弄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弄死之后就重新来过。啊，另外一只龙王去哪里了？在这里。好，社交多了一位，那这家伙应该是可以醒来了。准备回收恐龙。然后再就是盔龙那个部分，别吵啊！盔龙把它带回来。嗯，是哪里啊？盔龙好像是这边的样子。正在回收恐龙。这个盔龙还可以撑一下。啊！你他妈，你的伙伴就快来了，你不要在那边给我乱。恐龙回收完成。好了吧，终于结束了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方才处理异常事件时，结束。啊！
恐龙已送达。来，钢筋栅栏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花费该改了、啊，真的，全部都换一遍好了啦，全部都改这个重型钢筋，全部换一遍，不然的话太快就撞破了，我来不及应对，你知道吗？这咱们这个，咱们的这个防御措施需要加强了。那说翻脸就翻脸了嘛，至少也要个通融一下啊，给个通融的余地嘛，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撞门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没有朋友，没问题啊，我可以派一个给你啊，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，直接撞还撞两次啊，你这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喝醉在那边乱来，乱七八糟乱一通，有没有那种醉汉啊？你都已经讲好要给他了，然后只是叫他在那边等，他等不及啊，又闯出去了，那种概念你知道吗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现在，然后门又破了，干。